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奥运人物背包大揭秘。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综合训练馆里面，找到了中国撑杆跳女神李玲。玲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欢迎。我是李玲。李玲，中国女子撑杆跳运动员，小时候因为长得太高，拿起了杆子练起了撑杆跳。2018年打破亚洲纪录，因为拥有理想身高、完美腿长，被粉丝称为“大长腿女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温柔细腻的巨蟹座女神包里都会带些什么吧。这个大包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包上花花绿绿的各种小零件。哎，这个上面应该是。还蛮有中国特色的，这是个钱袋子吧？ 对，这是钱袋子。好吧，我比较爱财，被我发现了。这是一个小白胖子，它其实是为了放毛巾用的。这里头是个毛巾？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训练出太多的汗啊，或者说要去做水疗的话，就是我老是忘带，就多带一块毛巾。外面这就检查完了，接下来就进入正题了，开始开这个大包里面都有些什么。哇，塞到这儿了已经。先给大家大概的看一下，已经装到这儿了。天哪！好，我们一点点来说。这个首先是帽子。这个帽子我在其他运动员那边也见过，但是没有这个白边儿。这个白边是我自己加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女孩子嘛，这个没有边儿，那个帽子感觉不好看。对，就是这样，感觉这样可爱一点点，然后带一点白毛毛，就感觉好像可爱多了。好好看哦。这个是自己缝上去的？对，我自己缝上的，从网上买了一个就是这种毛毛的条条，然后我就这样缝上去，我就感觉好像好看多了，心灵手巧，真的是精致女孩。一大盒饼干，带那个饼干。有时候可能训练的时候，就是我呀，或者是我队友，或者是我们的团队里，要是谁饿的话，就可以补充一点嘛。你承包了大家的这个后勤储备。有两个杯子。为什么有两个杯子呀？因为一个要放白水，然后一个是放那种运动饮料啊什么的。因为如果要光喝运动饮料的话，就容易越喝越渴，然后就可能喝一点运动饮料，然后再喝一些白 水，然后就不会那么的渴。这个杯子也挺大的。对，我一般训练得至少得把这一杯都喝了。这个大包是干嘛的？这个大包是放就各种的保护的那种工具。哇，里面好多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垫片，也是之前就可能手掌伤了之后，然后要用这个固定一下，防止它那个掌关节就掉下来，固定用的。那之前掌关节是有受过伤吗？对，之前就是训练当中器械断了，然后就可能就掌关节就有点就是受到那个外力的一个顶出来了，就是杆断了。对。哇塞，有时候你们经常看那个视频上面就有，就是撑杆上的杆断了。杆断了，我也经历过，这多危险呢。好，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保护自己的东西。护腕儿，哎呦，这么多。护腿，护腰，特有安全感。我感觉你一个人顶了一整个队的这个后勤储备，还顶了整个医疗队啊。钉鞋，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钉鞋。就撑杆跳的钉鞋。好漂亮啊，这个颜色。这个撑杆跳的钉鞋有什么特别之处？然后撑杆跳鞋的话，就可能包裹性更强一点，然后它的那个软硬度偏软一点。这个是撑杆跳运动员的钉鞋。还有什么呢？一把大的筋膜枪。我说训练前的时候，要是感觉哪里有点紧或者不舒服的话，就稍微用它就稍微打一打或激活一下筋膜。哎，你都是自己来的哦？自己来，当然你哪都能打到的。我感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然后还有什么？太玄乎了。然后还有这种棘贴，棘贴的话，它就要分不同的尺寸、不同的长度，就是效果不一样，绑在不同的地方。这个就叫专业。其实我特别想跟你去旅游，我觉得跟你去旅游，我什么心都不用操，会用的货很多。
哆啦 A 梦的小的小口袋啊，这个老公一定很幸福吧？老公比我还细，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国外，训练，然后好像是衣服还是哪儿破了一下，我想就稍微缝一下，我发现都没有针，我想还是要不我去买一个哈、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事，我那有。男孩带针线啊？然后我想怎么还会有针线呢？然后我去他的屋一看，哇，摆的规规矩矩的，就是满满当当的。然后有一个，然后给我拿出来一个小盒，掰开，然后里面就是针啊、线啊，就各种那种小碎碎的东西，特别高兴。天哪，你是被他这种细致感动到了吗？有，就感觉可能以后我就不用收拾东西了，家务可以交给别人做。但你还是收拾得很好。哎，那你们结婚应该是2016年结的婚？对对，两个人应该很甜蜜。还行吧，然后我们就是可能每年都会照一张那个登记上面、就是那种照、每年去照一个，每年去照一个、因为可能老去那个照相馆就知道了嘛，就说哎呀，你们这是还每年都照一张这么正式的，随便照一个不就行了吗？生活要有仪式感。还有一个，这个里面是什么？里面放一些比较那种杂的东西，就比如什么消毒喷雾了，隐形眼镜了，然后创可贴呀、那个记号笔。等会儿，既然提到记号笔，就一定少不了。这个时候就论一个主持人的自我修养，出门带笔不可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碰上冠军，给你签个名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来看看这旁边还有什么东西，一个一个来。这是吃的上线，菠萝干。这个是什么？眉粉。饭盒。哦，这是眉粉。我以为里面装的吃的。哦，这边这个小的先让他们出来吧。这是我的钥匙啊，哎，钥匙、路证啊。一般看证，大家知道要看哪儿吗？一定是要看证件照的。啊，照片真的好好看。哎，我发现后面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有照片的。哎，这个照片也好好看、这是我们教师卡。哦，这个是教师卡。玲姐现在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是吧？上课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可能刚当老师嘛，我就感觉可能上课就感觉要比训练累一点。上课累是吗？对，因为训练的时候可能就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但是上课的话，你就可能班里面20多个学生，然后你要去关注每一个学生，就感觉好像要比训练就是要难一点。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宝贝。一个纸巾，一个唇膏，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训练的手喷胶。喷胶，这就没有了，全部没有了，给大家展示完了。今天特别高兴带大家见识了一下女神包里都有什么东西，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中国撑杆跳女神李玲。然后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